来，两百块上面就两百块。你今仔日最后一箱啊，新价钱这两块我请啊，两百块的话来两百块。来，我要吃排骨了，我提你排骨两百块。还好没有了，要吃排骨的两百。我啊，美女要吃吗？这个很好吃哦，这排骨非常甜，两百块买啊，我两百块。两百拢有啊，妈一个人该买俩。哎，听我收钱。过来要吃，我到第二个。提你排骨两百块，收起。你先来算钱起来，我给偷刀会做起个，偷刀起个，我先卖偷刀。陈江，来，你敢捌听过蒜泥头糕吗？这内底一支刺拢无。你若要食肉丁啊，即包买着，我保证你煮的时凝死。这鱼仔肉应该咱豆腐哦。这果仁若来吹了，拢袂流水。一地你甲留做三地，你甲做一寡鸡卵酒来试一下。胡椒葱啊，煮起来一盖，规口就食了了。这一包金盘小麦菜，只啊千二啊，五金盘偌济？一包当然四包。要甲四百块，四包加四包偌济？八百。三斤的蒜泥卖八百。啊，来菜市啊，免来遮买，唔免八百、七百，拢唔免，两个人加先加先赢，开五百咯。来五百块，上面就算你的五百，大两下。一包个我请，卖袂了。一包个啦，这三百啦，无四斤价钱，先加先赢，开五百咯啊，五百块做定个。美女，谢谢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支持，今仔拜几？你敢够有机会来遮？我连续三个礼拜都买3000多块，谢谢，感谢。一包多少？一块就这包，平均大开嘛。三个。阿雷啦，破这个了。过来 ，OK 啊。好。来，我来讲，客人的趣味啊，味道客人啊，辣辣好行啊，快点听啊。行。你先称一下，我现在没有。你先讲啊，我再来调配我还讲啊，这条上面有得怎送你啊？回头。来，有得送。来，前面。这条有人猜上面物件无？有得我就无送啊。有人猜无？对，我有得就无送啊。这个阿妈一条，这条大麦无？这日本料你行一边，保证五百起条，五百起条你卖怀疑啊？来，五百加五百多。亲爱的，我叫这大妈啊，来啊，我还讲啊，这来讲吃一千啊，日本料你吃免来这欢喜啊。咱这就是要生要上的嘛，唔免五百，先加钱个先赢，三百上面一个过一道，三百块上面就一句话了，我快啰嗦啊，三百块，三百上面一个过一道，一个人加钱了，三百上面一个大妈呀，一边个扫你，里面煎啊，卖个老啊，再个请你，再个你，再个你，金龙三五个楼，三百楼，来三百块上面一个300块过一道。三百上面一个三百块，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，我半个。今仔日超高，你冰箱啊坐袂起来，三个人去。三百好啊，三百块了，300块。啊，收钱。三百块收钱，两个啊，化纤啊，报得起来。我你袂只烧坏了，你那超高啊，动作上百一条袂，啊无咩啦，无人啊。你那跑多，真正就无人啊！啊，洗碗台面，洗碗头前两三下要来啦。最后一个沙发上面啊，今仔硬最后日的啦，沙发上面起来啦。五百。啊，无食袂了，嘛要百五。一人只大麦百五块，要来无？150。一个人加要百五无？百五。百五要吃无？百五。百五要来无？百五。第一题咩笑？第一题。第一题哦。还要红的搞起去。这全部拢过你亲戚变起来无？一句话，遐普渡你送啊，我走啊。400啊，全部拢来啊！辛苦你啊，布袋冰冰的啦，这段时间较辛苦你啊，尽量食头啊，辛苦你啊。地头刀布啊，恁遐才几斤？啊，上到有七八斤、八九斤，来个有啥物事啊？海龟子卖啊，恁在哪取用？汤包蛋我吃，你有人要吃海龟子无？爱吃干的恁妈咪，爱吃沙恁妈咪，拢无加无沙，一包炸掉，保证鱼啊沙，鱼啊沙加鱼啊沙完。是啊。我来讲，吃啊，搞起两包海龟子怎么炸？唔免400，唔免500，来先加钱啊，先赢200了。200块上面吃海龟子的200块。200，人要吃海龟子无？200块。啊，收钱。我来讲啊，吃了有沙退钱，未切未甜退钱。煮蛤蟆、煮冬瓜、青菜，你400总比200块就好啦，好皮啊！一包五十比蛤蟆俗，再过来啊，开200了啊，上面吃啦，海龟子上面吃，搁少一个200块啊。好钱啊！我掏钱两个，我掏钱啊！两个啊！包过来200块，你遐一包五十块，我就考虑来煮。来，这么多哦！做伙没有？你们两个一起啊？
两百块。这条就两百，上面写无啊？这条就上面写两百块啊？一百落啊，四只看看你买两百种，怎看嘛？真正值一百块够用，包括包括香，包括香买只人去放你家，一百块来要试一下无？第一个买两百只，四百种去，一百人。你遐清差袂啊，我袂买啊。阿叔，遐你问看嘛。来，佫有啥物拢我加过？阿叔，你有啥物拢我加过？你袂买取用？这啥物物件？八百，一件袂八百。啥物拢加过啦？不管啥，我落尾取掉就对我啦。有一寡货要卖到半暝啊，有人要食鲍鱼无？退冰阮袂错，食一个，毋免三百，毋免五百，两百落。一只鱼仔我两只就五百，两百块你落。阿叔，毋免啰嗦，凊彩落两百块，今仔买来这个送你新鸡翅，莫搁啰嗦。两百块啊！两百块无啊？两百块，最后一个两百啥物啊？最后一个两百块啥物食起来啊？最后一个两百啥物啊？无啊？想我咧讲无啊，就无啊，袂白菜啦。两百，最后一个啥物食？两百。最后一个啥物食？两百。内面两百手也吃，我搞开两件东西，五十块了，五十块。大家偷听啊！了了，攞下叫炸了，五十了了了了，卖个炸平啊！反差好。你要不个青蛙饼哦？来，听我讲完。领导，领导，不管你到大人有囡仔，你耳也拍开，给我心中给你介绍这个好物件，你给人个吃。不是讲钱的，就不是拢，不是讲钱的就拢是好物件，不是安尼。爱你吃着物件，这包给人家看嘛。什么叫百分之百原肉鸡腿肉？叫人家看，百分之百鸡腿肉，不是组合肉哦。这包怎啊刷？怎啊刷？保证鱼啊讲，加鱼啊讲偌济？五百。你要吃百分之百原肉，你一定要感慨。咱这是卖你组合肉。要吃组合肉，路边满刀鸡，卖叫你开一千八百一口吃。要吃百分之百，我给你建议，你让恁厝的人吃百分之百，卖给我吃组合的，三百上面吃，三百块了。鸡腿肉你贵啊，百分之百搁愈贵啊！来坐啊！这包搁我送啊，这包搁来啦，唔免考虑遮济，这包搁来，揢好物件，好物件无俗个啦，好物件当然嘛贵，开三包上面写啦。来坐。日式鸡腿块百分百原肉啦，三包搁回来哦。拢有啊，你存一手啦。对啊，变无啊。我甲你拜托者，真正买好物件，厝个人就卖买组合，拜托百分百。你啊，这包搁来啦，凊彩啦，五个人客啦，要买你买啦，若无收啊，三百好落啊，一包百分百。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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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百五块两枚，绝对买也袂用刷。你听像这个细胞感觉，帅哥，你买就当去煎好无？我当去烹调一下无？我卖你是好东西呢，我唔是甲你高价组合咯呢。你敢当买就当爸爸妈妈吃无？一百五尔，百五块上面来，最后两枚了。百五上面吃一百五，百五最后两枚。最后这个不是咱要高兴，不是咱要拜托，真正存这两包细胞足困难，排第一个画一排足艰苦的，第一个买啥？二十块落试试。安尼啊，紧啊啦！啊，无咧补食先建议啊。拜托太少，三百十块你要十块哦，一口哩。安尼袂比较十块，本来要食啥？汤包摕起来啦！你若啥无好，一摆机会食我的汤包，食我公司的汤包看卖啦。啊，一包五十只大粒的咧，三百五百拢唔免咧，好不好？一人搞要一包百五，好啊，小龙汤包落来。来边啊！挂声啊，百五啊。两个啊，百五块啊，小龙干包百五落来一百五啦。我带来，百五块小龙干包了无？上万啦，上万，恁那个摕钱的速度，数我真正都袂介意的。恁摕钱的速度，数我都袂介意的。牺牲，互恁这人家有要紧无？保证无要紧，小弟可能食剩的，小弟可能食剩的物件，上互恁了钱，互恁闹来去。恁就过来搞买安就好，好嘛？我是卖一包卖百五，小慧，我一包是卖百五。一二三四五，七个人家，一百二，你了皮啊，一百块啊，三个啊，其他几年啊，卖搞出皮啊，其他几年啊，你卖一百，啊，无你卖一百，啊，其他几年啊，了了皮啊，凊彩啊，来啊，一百块啊，送啊，来啊，一百，来啦，这些皮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搞出两枚，不好，你上个单位，我卖都收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上面都保利了，啊，都还没上，要两枚保利了，你刚给我蓝色衣服，蓝大哥。有人无要到的无？应该是这个先啊，伊一开始有牙齿无？
千块啊？做一包两包。一包啊，哥。哥，啥你没了钱啊？这三包葱抓饼干，当给我空调啉者，用煎的真正做好食。你甲加两三百、五百，拢免三个人加一包八袋，一包落正手工，一百块。捧场者一百块，啥物事？这个葱抓饼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敢讲要搁叫我了钱，三个人加新加钱的新名，你搁了了我会听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啥物事？一百块。马兵啊！鸡腿怎么样？好没？还有鳕鱼啊？鳕鱼可以啊。小会妹也要。哎，一百块来。来。来。鳕鱼要吃，全部都不爱吃，排五百，拢上面吃鳕鱼。来者。鳕鱼好无？有。一地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八条，我退钱啊！这地我送你五地啊。